念佛人临命终时，佛没有来迎，决定不能走。家亲眷属来诱惑你，那是冤亲债主。还有，如果是魔王外道，他会变现佛菩萨形象来接引你，这不是阿弥陀佛。临终的时候见到释迦牟尼佛了，药师如来了，真有啊，是不是他的接引？决定不是。你平时不念他，他怎么会来？见到的佛不是阿弥陀佛，就知道是假的，魔来接引你。这个一定要认识。还有临终助念的人要帮助他，他要看到，哎呀，我看到释迦牟尼佛来了，立刻要知道，决定不能跟他去，要提醒他。一定要跟阿弥陀佛去，这个话最重要了。如果不提醒他，他就跟他去了，那就上大当了。